主料：猪肉200克，苦瓜一根，豆角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材料：猪肉切好，用白糖、盐、生抽腌制一下，苦瓜切片用盐腌制一下，然后用水冲洗干净，豆角摘成小段，先倒入了豆角翻炒，再倒入苦瓜，加适量清水，盖上盖子焖一下，七成熟成起。先把肥猪肉爆出肉，再倒入瘦肉翻炒，炒香倒入豆角凉瓜，翻炒均匀，盖上盖子焖一下，撒点盐翻炒匀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苦瓜用盐腌制一下就比较不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